兄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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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
老六，二师兄说这里暂时安全，你一边放出消息，一边出去找找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的师兄弟来这里会合。好的，带俩兄弟去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放心吧，师姐，保重。最近日本人很活跃，如果名单落到日本人的手中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啊。大师兄，以你对李老先生的了解，你觉得他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呢？要知道在什么地方，恐怕得找到霞妹。谁？自己人，进来。老姜，我刚才看到冷岩了，在哪儿？进了日本特务机关处。你看清楚了吗？肯定是他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哎，果然是他。其实我们一直怀疑冷岩和日本人有勾结，只是没有找到证据。巨寨之战，如果没有内应，日本人是不可能对地形了解的那么清楚，山寨也不可能受到这么大的损失。可以肯定，你师父和亮子就是他害的。这个王八蛋，在山上我怎么遇到剁了他？师父拿他当亲儿子，恩将仇报，畜生都不如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你师父受了那么重的伤，为什么执意要回山寨？他是为了引出冷岩。对，我们的交通线自从被日本人破坏以后，我们很多同志都找不到组织，日本人的谍报机构处处渗透，导致我们敌友难分。你师父他知道山寨也出了问题，他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引出内奸。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山寨的内奸竟然是他养育了多年的弟子冷岩。冷岩老弟啊，你可是大日本皇军的有功之臣啊。我代表大日本皇军感谢你啊。谢谢张局长夸奖。哎，可是现在让我们头疼的是，那份重要名单还没有找到啊，让我寝食难安啊。请局长放心，我一定抓紧时间尽快找到那份名单。我以为会在李一山手里，可是我失算了。不在李一山手里，那份名单会是在哪儿呢？山寨也没有，李霞身上也没有，那可能还在书院里面。书院？书院已经被翻了个底朝天，可是为什么就是没有找到呢？
张局长，我答应你的事儿，我已经办到了。嗯，那你答应我的事儿，什么时候兑现呢？只要你拿到名单，我马上派人帮你重建聚义寨。谢谢大总。大总，属下还有一件事，请大总帮忙。江，帮我杀了刘一鸣。啊！谢谢大总。师妹，二师兄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什么事这么高兴呀？咱们流亡的日子就要结束了，可以回去借山寨了。可是日本人还在这，哪那么容易啊？有我在呢，我答应你的事儿我一定会办到。哎，对了，师傅的那本书还在吗？还在呀。拿给我看一下。好。走，咱们出去撸串。小姐，小姐，你不要走，小姐。爹，等等我。少爷，您可别走，少爷。同志，慢点。夫人，你听我讲，夫人，最近可不太平啊。局长说了，让我们跟着你。我带着孩子出去玩，怎么着了？那快点把孩子找回来吧。同志，慢点。陈生，这个办法行吗？我看没问题。哎，小朋友们，西边是糖葫芦呀。想来，一人一个给你们。谢谢叔叔。来，给你一个。谢谢叔叔。来，给你一个。谢谢叔叔。小朋友，来，给你一个。谢谢叔叔。哎，好。小朋友，你们俩喜不喜欢吃啊？想啊，也想吃，可是叔叔就一个了。那跟我到前面拿好吗？前面还有很多，好吗？好。来，走。夫人，你这也不能怪我呀。少爷，小姐，小朋友喜欢武术吗？喜欢。叔叔教你练武好不好啊？好啊。嗯，好。叔叔教你们一套少林长拳，保证你们学了之后啊，再没人敢欺负你们。好，跟我来。起势，一二三四，好，打好。对，手伸直，目视前方。婉儿，爸爸，你来接我们回家了。红子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二位也是侠义之人呐，怎么能干绑架孩子的事呢？张局长，你终于来了。我们只不过是请少爷和小姐前来做客，如果不这样做，你会来吗？二位侠士，你们找我有什么事？只是不要伤害我的孩子。冷岩在哪儿？冷岩？看来你爹是不想救你们了。不是，是，只是我要是说了，你们一定要保证我们全家人的安全呐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们说话是算数的。他们在书院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二位大爷，我还敢说假话吗？他身边是不是跟着一个女的？是，有一个女的，就是你们山寨的
李霞，哎，宝贝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